百万现金奖幸运儿在万众瞩目下出炉了，获得现金100万元，有一个很意外的圣诞假期。电话那头又惊又喜，兴奋的语气藏不住。台中购物节全台最热门，为了感谢全国民众的支持，市府经发局23号在丰原车站前广场特别举办感谢祭，送出多项百万、十万现金奖以及电动机车等好礼回馈给参加的民众。获300亿的时候，我们会加抽一位100万元的得主。我们外县市来台中市消费的，预估也快破100亿元，所以我们会送2个100万元的得主。市府表示，购物节期间刚好遇到耶诞佳节，因应节庆也邀请36个文创摊贩举办特色市集，跟庙东商圈结合在一起，让民众更加了解商圈的特色跟魅力。财政部他们在整理他们云端实体的发票，然后用手动来输入，才不会影响到您的权益。为期2个多月的购物节进入倒数阶段，活动直到26号，想参加压轴抽千万精品豪宅的民众，要记得在31号前完成登录发票或收据，幸运儿有可能就是你。三立新闻蔡明玉、马瑞胜、张九汉、彭于飞在台中采访报道。